吃。宣召跪。敕旨：前大理寺卿之子李炳，获妖猫一案，端谨机敏，辟资良贡，有若言眉，堪为骨梗之臣，受至大理寺少卿，主理明镜堂事宜，其余协从人等亦应有功。谨言。行礼谢安，拜。起。李少卿，邱将军，还真是好久不见啊。有何事？这里说话是不是不太方便啊？不如就在这儿说。这于私，少卿重回大理寺，可喜可贺。之前这妖猫案中多有得罪之处，还望少卿勿怪。能不能直接说正事啊？这妖猫案中还有很多未解之事。今无位自会处理，就不劳李少卿费心了。我面见圣上之时，圣上亲命我将此事查清。不知邱将军奉的是谁之命？这京畿之内一应刑案，皆由今无位所管辖，职责所在，与圣命并不冲突。大理寺负责审定天下刑狱案件，即便是今无位管辖的案子，大理寺也有复核审议、专断之权。只是很可惜啊，少卿并不是大理寺卿。还没有专断之权。此案的嫌犯原礼部尚书现就在刑部狱中，我想恐怕邱将军也无法阻止本少卿奉旨审案吧。看来李少卿还不知道呀，礼部尚书已经在牢中服毒自尽了。你说什么？只怕是少卿审无可审，之后的事情还是交给京屋尉来办吧。告辞。哎，大力子，哎呀，俺找你可多天了，你咋在这儿了呀？不是，你受伤了？哎，你过，哎，哎，大力子，大力子，哎，大力子，大力子。哎，别跑啊！等等啊，大力子，他别跑，大力子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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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这样了，别跑！啊，哎，哎，你给这儿了呀？毛爷，毛爷，你跟俺等着啊！俺把东西翻了，都上去找你啊！